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我是 June 龚石良，一起图。其实一路都是忙紧唱片 production 啦，咁嚟紧我下个月6月5日出唱片啦，咁跟住就每个 weekend 都走浮咯，即系不停咁做。其实都呢个动作都做咗几年。之前去过佢哋去马来西亚嗰一个系一个方大同嘅系演唱会，咁我都有去嘅嗰个，咁嗰阵时就识 June 嘅，咁但系冇唔系真系好认识佢个人啦。咁初我以为佢好似。很惡的，即是他不出聲，他不出聲，我以為他很惡，但是呢原來他一出聲呢是完全一點都不惡，還有超級 friendly 咯。還有我想說是因為我都有真的好聽了很多次 June 上演的碟，所以我真的是哪首歌有沒有訪問你哪首歌我突然之間不是因為我整隻碟都有聽不是我整隻碟都有聽的是有幾首英文歌唔係講笑，我冇數，但係我真係有聽啦。咁所以，我每一次見到佢，其實都會諗起好多音樂嘅嘢。盡量都好中意電腦更新嘅，即係可能如果可以的話，我都會帶電腦出街咯。除非我嗰日要可能拎曬好多高踭鞋啊，或者啲衫啊嘅嘢。咁但係我譬如好似我拍戲啦、個牌啦，其實差唔多次次都係帶電腦嘅，因為等嘅時間好中意用個電腦，可能上網啦、睇啲資訊啊，或者上 YouTube 啊。係咯，咁所以都好多時，我覺得電腦係幫助咗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嘢咯。電腦對於我嚟講係基本上改變咗我成個人點樣 approach 音樂，其實係好即係好大嘅轉變。即係對於我嚟講，你要 organize 你先至可以寫到歌，你寫到首歌，你知道 save 喺邊。如果唔係你寫完隻首好歌，你都唔知 save 喺邊，咁啊大鑊咯嚇！我即係呢個。有很多人會忽略呢樣嘢，同埋有很多人會恐懼呢樣嘢，但我覺得呢樣嘢係唔應該驚嘅。